走起来。朋友们，法尔考来吧，朋友们啊，咱们的快乐足球好吧，快乐足球，快乐足球啊，哥伦比亚对英格兰。先刷一波，先刷一波弹幕 ，OK。明显啊，没什么人看球了。说实话啊，世界杯到现在大家都很疲惫。好，比赛开始了啊！今天呢，英格兰，对哥伦比亚，这是最后一场1/8淘汰赛啊，鹿死谁手，谁输谁回家啊！嗯，英格兰大凯恩啊，队长，哥伦比亚这个黄色的球衣，今天呢，这个这是八强里边的第三个黄色球衣，是不是？之前的黄色球衣，像巴西出现了，瑞典出现了，哥伦比亚，看看这个结果如何。红色球衣，这个跟那什么一样啊？这个、跟那个瑞典跟瑞典跟瑞士的球衣颜色是一样的，是吧？玄学没有那么多玄学，好吧。来看英格兰，英格兰吧，这个队啊，它是一个三中卫体系，是吧？今儿马奎尔上了，他呢是3-1，后边四个人呢是菱形站位，啊，拖后的是斯通斯，左边呢是这个马奎尔，右边是2号浩克，他们仨前面呢是亨德森，啊。这后场啊是这么一个站位，然后呢两个边路呢，一边呢是这个阿什利杨，是吧，一边是特里皮尔，再往前呢就是
有这个阿里，林加德，再往前呢是，凯恩跟斯特林。这个进攻的时候是3-1-4-2这感觉，当然斯特林呢有时候位置啊比较活。防守的时候呢，形成一个5-3-2，阿里林加德退回来，凯恩斯特林顶前面，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特里皮尔跟这个阿什利杨也回来，不少英格兰的朋友啊，有不少英格兰的朋友，英格兰支持者，哥伦比亚这边呢没有勾罗。这个关于英格兰队呢，我认为呢，他的防守啊没有经受考验，因为呢小组赛呢是对巴拿马和突尼斯，这哥俩呢能力有限，虽然说英格兰呢踢得非常不错，但是呢，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当中，有人说英格兰是故意输的啊，双方呢都换了队员，都换成了替补。最后呢，英格兰是0-1输给了这个比利时。英格兰有点天生肾虚啊，这怎么讲呢？英格兰快乐足球你看今天人太少了，才3.7万人，昨天你想比利时跟日本啊，12万人呢。所以呢，现在在就看直播的人的真球迷，真球迷，咱们就随便一点吧，好吧？主要呢跟大家来分析分析这个比赛，看球呢不能瞎看，要瞎看呢就没什么意思了。哥伦比亚前场抢，这有点啊像昨天日本。英格兰呢把球倒出来了，阿里这么一顺，斯特林速度这边呢被铲了。看看是不是判了手球。斯特林呢想变线，这是嘎着窝，嘎着窝呀把球给留下来了给挡住底线了。米娜，看看定位球啊，凯恩5个进球。阿什利杨来主罚。看看啊，英格兰应该讲的定位球方面呢，肯定是有一些设计，斯通斯、马奎尔什么的。哦，门将把球打到外围，有点厉害啊。来看一看英格兰的角球，抢前点，门将拿到，哥伦比亚门将奥斯皮纳，这边哥伦比�亚反击了现在时间是6分11秒，能对上不？我快了是吗？这边6分18，怎么办呢？4号阿里亚斯，13号米纳，23号桑切斯，17号莫西卡，6号卡洛斯桑切斯，15号乌里贝，11号夸德拉多，20号金特罗，14号穆尼尔，还有呢就是9号法尔考，快太多了。那你那边是不是村里刚通网啊？
快了半分钟，那我就不聊比赛了呗，要不然呢？斯特林现在很活跃啊，斯特林呢就前三场比赛啊，但是第三场没踢，前两场比赛身披十号啊，可能有点压力啊。网络延时，英格兰又是这角球啊，这角球，哎，特里皮尔，哥伦比亚呢，小组赛第一场是被日本队给弄了啊，但是因为呢是这个刚开赛就。红点套餐，吃顶了，看反击没有勾罗，看，哦，这速度，沃克快，沃克是英格兰啊，这速度非常快的这个球员，英格兰联赛啊，这沃克，沃克刚才这冲刺啊，至少时速37公里左右啊，37公里。由于呢，这个小组赛排名第一的八个队啊，是作为啊叫主队吧，所以呢，今天流传一张图，说是右边的都留下了，左边都回家了，是吧？这是不对的啊，右边的西班牙回家了，但是剩下六个小组第一都出现了，什么法国呀、乌拉圭呀、比利时啊。是吧？巴西呀，这都出现了。那么小组第一呢是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呢他排在前面。英格兰呢因为输给了比利时，小组第二。英格兰打得很快啊，英格兰这一波攻势还是可以的。阿什利杨呢这个赛季啊被这个穆里尼奥给激活了，啊被穆里尼奥给激活了。本来呢，上个赛季啊，阿什利杨说：“你要不用我，你就跟我说一说说，痛快的不跟我好，咱们就分手。”啊，但是这个赛季，过去的这个赛季呢，穆里尼奥把这阿什利杨啊重新呢，启用啊，并且呢表现不错。哎，接下来呢还是进了英格兰代表队。董哥，你这也太快了，怎么办呢？看好英格兰进决赛，我看好哥伦比亚。詹姆斯是因为去了什么湖人，对时间呢10:17，10:19，谁暂停一下？我暂停一下，我暂停不了，我这电视我怎么暂停？我砸了，把电视砸了呀，啊，没法暂停啊。我这就走得快一点，所以我就不说比赛了，好吧？主要是聊天儿，是吧？主要是聊天儿。世界杯呢，今儿这八分之一决赛之后能休息2天，我呢明天晚上，准确说呢是今天晚上去趟上海，啊，录一个节目。有上海宁啊，上海宁。这个在米娜面前呢，这斯特林呢有点像个小中学生啊，但是速度快。你看这直接给爆局了，哦，这个应该大家可以把这动图弄下来。这米娜弄这个斯特林
11分钟。漏脚，斯特林打门打在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身上。这届世界杯有一半射门都射在对方的身上，还有射在脸上的啊。这个应该讲呢，防守呢是各个队啊非常注重的。那么防守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堆人啊，人多了，那就防守呢就相对稳固一点。我今天晚上去上海，啊，明天下午录个节目，明天晚上就回北京。14分钟了啊，14分钟。你看这个索斯盖特呀，穿这个衣服啊非常讲究啊，浅蓝色的衬衫啊，红黑白啊相间的领带，一个马甲，哎，怎么还生日快乐呢？祝我这小女儿吗？这届世界杯呢，到现在为止只有一场0-0啊，法国和丹麦。现在呢，这场比赛结束呢，还有4场1/4，然后还有2场半决赛，还有2场所谓的决赛啊，其中有一个第3、3、4名的决赛，就是这场比赛结束还有8场球。我们现在是15分04秒。英格兰的进攻啊，这开场更多的是从左路啊，从左路发展。打边后卫身后啊，哥伦比亚人跟的还是比较紧。林加德，哦，特里皮尔传中头球，哦，这战术可以啊。首先呢是直传，打这个后卫线的，左后卫身后。接下来呢，这特里皮尔啊，他是边后卫，但是他不是背套啊，他斜刺里啊到这个肋部。林加德呢是，哎，他跟林加德有一个交叉，看见没有？跟林加德有一交叉。林加德原本是在偏中路的这个前腰位置，但是林加德呢奔这儿去，特里皮尔奔这儿来，林加德给特里皮尔，特里皮尔在肋部传中，是吧？这个解读怎么样？队长袖标。双方呢现在基本上呢也都注重中场，所以英格兰呢有一点进攻，但是给球门的威胁呢也不算太大。由于没有勾罗，那么哥伦比亚这个反击组织啊有的时候呢会欠缺一点。北京的电视快，英格兰踢的可以啊，有点20年前听半导体的感觉。嘿，我说啊，感觉挺对呀，我说啊。
这哥伦比亚在控球，没有机会啊，就把球控制住。英格兰的进攻的时候方式方法还是比较多的，他两个中锋啊有时候会回撤，包括凯恩，包括这个斯特林，是不是两个中锋的回撤，然后两个前腰呢向斜刺里面到内部去拿球，然后同时两个翼位再拉开，看啊，他进攻的时候有时候会形成啊，这个你看这个谁斯特林回来了吧，拿球，马克给斯特林，别闹，哎呦我天哪，哎，斯特林上来了啊，接应队友的回敲球，凯恩斯特林，你看这俩中锋经常能够回来，特里皮尔一对一不行了，来不及了。20分钟了啊，现在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但英格兰踢的呢还是比较积极，而且场上队员的位置比较活，注意看啊，林加德呢现在信心爆棚啊，阿里林加德连线，斯特林到前面去了，扣，结果呢没扣来啊，快1分钟，小哥哥啊，看没有越位啊，想尿吗？有朋友可能就躺在床上呢，说我这一吹，英格兰头球，当英格兰的头球啊找这个凯恩的时候呢，那必须这个身边得有人，明白吗？不能光上面有人，身边得有人啊，夸德拉多，哦，变线突破。这边呢，英格兰呢跟的比较紧啊。现在哥伦比亚呀还够不着英格兰禁区啊，英格兰呢其实还是比较注重防守的，还是比较注重防守。外围远射，哎呀哎呀，哦，好悬啊，好悬！这阶段呢，哥伦比亚人上来了，一脚冲天炮啊！
我在二环路的里面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崖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现在哥伦比亚的反击直接打门前，这球啊沃克啊，沃克呢虽然说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犯了点晕啊，但是呢主教练非常信任的，其实主要他速度快，没有别的，这个速度啊太重要了，真的，速度除了在床上是劣势啊，剩下的都是优势，真的，下了床啊速度也是优势，跑啊，酒店的房间，我在酒店里面看着你，你在球场之上磨磨唧唧，今天的球有意思没来你。大雷来了是吗？大雷这么晚还不睡觉、啊、这个比赛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英格兰队啊还是有一点点的优势啊，但是哥伦比亚人踢得比较从容啊，他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呀早年间呢就是贩毒啊，然后还有一些黑社会，这国家不好弄，这个国家没人愿意当警察，因为当警察就可能随时就被爆头，然后呢就爆头痛哭啊。但是哥伦比亚呢，这个经过了整治之后啊，把一些什么毒品贩子呀、黑社会的都给灭了啊，有时候团灭，这国家开始有点欣欣向荣了。之前呢不行，之前呢球员上场都哆里哆嗦的，因为不知道黑道大哥呀这场球是让我赢啊还是让我输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哥伦比亚的家庭说别踢球了，所以呢哥伦比亚也经历了一阵子足球的这个低潮期。再早年呢哥伦比亚那可出了不少人才，曾经在1994年这个美国世界杯啊，当时球王贝里就预言呢哥伦比亚会夺冠啊，因为那个时候像有巴尔德拉马呀这样非常出色的哥伦比亚的球员，我现在是在酒店房间啊，所以你们所谓的铃铛猫来不了啊，猫挺好的，猫在我们家还是挺这个幸福的。英格兰的后点的头球，马奎尔。英格兰的这个曼联的这俩中卫啊都踢不上啊，菲尔琼斯什么的，斯莫林。角球，英格兰的第四个角球了。反正哥伦比亚这边就死扛，亨德森呢作为利物浦的这个队长也在英格兰队呢也是当着这中流砥柱，炸开注意啊，看啊，抓人游戏，老鹰抓小鸡儿，这速度看沃克是吧，沃克呢是英格兰英超里面这速度的可能是前三，真的
酒店隔音可以啊，没问题，这个酒店还是可以的。进了这个自己的屋，听不见别人的屋的任何的声音。以前我住酒店不行，以前住酒店隔壁大家就没事，他们在那边就闹啊。这酒店特别安静啊，特别安静。英格兰呢，现在利用阿什利羊比较多，现在需要转移。啊，需要转移，你否则的话也很难打开，也很难打开这个哥伦比亚的防守。哥伦比亚防守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一个，也有点像5-4-1的感觉啊，因为你对付三中卫，尤其有俩翼位的，必须得五后卫，要四后卫就得被人玩晕了，啊，但日本呢还可以，这不信你问问王磊，如果对方是三中卫五后卫，你打广州富力，如果你要。你为什么广州富力有的时候他进攻可以，是因为呢他这个两个翼位一上来，然后再加上两个边前卫，他有时候二打一打你一个边后卫很难受的，非常难受啊。当然了，这个广州富力因为防守不行，所以他进攻很厉害，但是呢防守丢球丢的比较多。比赛呢30分钟啊，踢的不是很精彩啊，不是很精彩。英格兰有什么定位球才有机会，或者反击，嗯，弹出三弦的感觉了。转身出奇迹，斯特林左脚打门，最后啊强弩之末。32分钟了啊，这比赛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咱睡觉吧，好吧，咱们睡觉吧，嗯，今天晚上好不容易没事早点睡吧，我不行，我得那个，我那个这比赛结束了，我还得去录那个3期黑俄罗斯啊，有3期黑俄罗斯，估计回来睡觉得7点了。
这比赛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啊，作为英格兰来讲。我这手机是被谁玩了还怎么怎么下了这么多乱七八糟。哎呦我去。哥伦比亚踢得可以。现在英格兰呢，实话讲缺少转移，嗯，缺少转移啊。再加上呢。这哥伦比亚也挺有弹性的，这个队踢的。英格兰啊，中场啊，他最大的问题，他同质化太严重，就缺少一个组织，真正的组织者，是不是？因为亨德森呢，他多少还是一个拦截的，就是，你看阿里。啊，这都等着喂饼的阿里、林加德，这都突击型的，对不对？阿什利杨、特里皮尔是在边上，斯特林呢本身在曼城，他哪能组织啊？对不对？曼城的组织是大卫、席尔瓦和和这个德布劳内，是不是？然后呢，热刺呢，你凯恩也得等着。埃里克森什么卫兵，是不是？林加德呢是一个后插上的，阿里也是后插上的，所以呢就怎么着能够让这个进攻协调，这个人没有，现在没有这个人。这什么给我送什么呢？不用给我送礼，谢谢啊朋友。怎么凌晨录节目？是啊，因为他得有制作的时间嘛。你要晚了的话，你说早白天录，他晚上那节目就出不来了。哥生日快乐，我没过生日。冠军看好谁？我觉得巴西。像不像他妈日本？日本鬼子没事跟家里。是吧？So Disney come here？ 哎，不是不是，嗯，是吧？这谁马特乌斯吧？这是马特乌斯。37分钟了，这眼瞧着上半场0-0啊，向我们走来了，嗯，差不多得了，什么意思？差不多得了，不看球了。看球啊，这不是在看的吗？这球有意思吗？拜拜，懂了，再见。好了，咱们说点球吧，好吧。这个上半场到现在啊，总的印象啊有三点。你记住啊，你说话没想好三点，也就说有三点。啊，你先说一点，完了一边说第一点，想第二点，是吧？完了第二说第二点，又想第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英格兰呢。这个进攻感觉呢有一点套路，但是呢缺少致命一传，对吧？这迫使他呢，这使得他整体进攻人员压上，阵线拉开，
但是呢，由于缺少最后那一传，所以呢，手术刀根本啊撕不开这哥伦比亚的防守，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哥伦比亚的反击点呢稍微有点少，啊，这身后的铲球，这是机会。英格兰啊，凯恩有这有一脚，阿什利杨也想踢，亨德森说不行，让我来一把呗。现在球在谁手上看一看啊？刚看了场假的世界杯，对，瑞典对瑞士，妈还真的都不如野球精彩。特里皮尔要干啊，特里皮尔啊，特里皮尔呢脚法在这波人里边应该是上乘的啊，特里皮尔。瑞典队如果要是能得世界杯冠军，我呀戒球了，明白吗？以后足球不沾了。最后呢，还是交给了特里皮尔。阿什利杨呢，过去帮着裁判组织一下人墙，那边打起来了，看着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啊，夸德拉多一下把这林加德给摁住了。啊，这边马奎尔说：“裁判，快看，看着啊。”亨德森啊，拿头顶，这边也装。这哥们跟那马似的，你看那马打架呀，因为也上不了手啊，这也难，是吧？然后呢，啊，不是马呀，那个长颈鹿，长颈鹿打架，长颈鹿说：“我他妈说你赶紧拿脚踹他。”长颈鹿说：“就我那小短腿那么细，怎么踹呀？”所以长颈鹿打架就拿脖子，嘎，那两个长颈鹿要打架，真的你看着都脖子疼，因为他拿脖子杠。本来脖子这么粗，这打完架之后这么粗，为什么？那都充血了。俩长颈鹿要打架，你看着特别难受，啊，不敢上手。嗯，没事儿，这个，因为这属于正常范围内的一个争斗。嗯，阿什利杨跟裁判说：“你去啊。”下场停赛了，这个球啊，前戏时间挺长的，有可能会出事儿。你看这几个球，这几个哥伦比亚的，所以这表明他们对这场比赛的欲望啊，确实很强。多出点配音作品，可以，没有问题。12号，作为英格兰的队长，应该讲，他还是非常有能力的啊。助跑打门球偏了，球偏了，特里皮尔是想啊，越过人墙之后打这个球门的近角，啊，这个角度啊稍微的是掰大了一点，这个脚法应该说还可以的。质量还是可以的。他自己啊看这个大屏幕，佩克尔曼上半场这样了，我比你快不少是吧？是42分钟。哥伦比亚好像上半场有射门吗？哥伦比亚有射门吗？上半场我怎么感觉好像没射门呢？没射门是吧？哥伦比亚好像都没看到英格兰的禁区，就有几次零星的反击。看看英格兰下半场怎么调整，是吧？又来了反击，他等这个，他在等这个机会。
阿里啊。英格兰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他呢前面刷刷有不老少这样的人啊，前插的啊，后插上，但是呢他真正节拍器没有，是吧？你说谁呀、啊、亨德森，哥伦比亚应该可以取胜。没有杰拉德，没有兰帕德，是吧？嗯，巴里都没有。这曾经啊，杰拉德、兰帕德、巴里，这是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你要对比一下和现在的中场，那你明显感觉到就是进攻组织协调这方面的能力弱一些。所以呢，英格兰呢，其实严格上讲，它是一个防守反击的队。但是呢，哥伦比亚说别跟我玩这套，啊，你想让我冲出去，我不出去，没射门就没射门，不丢球。这镜头给了这谁呀、啊？是勾罗吗？连球衣都没换。凯恩，外围发炮，先去睡会儿。这出什么事儿了？这是，今儿可能双方要打仗啊！啊，哦，可能他掐他，这十三号米娜呀，肯定是掐他。啊，你别觉得说这么拽球衣是吧？他没有，他是拧着肉呢，你明白吗？就是很多上手的时候，他你看那个很多球员，你踢完了比赛回去一脱衣服一看，浑身都紫的，为什么呢？你别觉得他只是拽球衣，他是拽着肉，而且还拧。你看，你自己抓一下来，来预备，走吧，抓一下拧拧，哎呦，是吧？他不是一个说摸着你拽球衣，他是拧，他拧啊。所以为什么说那个斯特林说哎呦呦疼，他你说摸你球衣有什么疼啊？他不是，嗯。好，上半场比赛结束，啊，基本上就这样了啊。所以这个球场上很多的这种坏招，真的。突然之间呢，哥伦比亚在前场开始了反抢，哦，外围叫远射，有射门了啊，金特罗，C 罗去尤文，不知道啊，这消息我也是在网上看的。C 罗不去英超啊，可能有点，其实可能也是因为有点含糊，就说他这个对抗现在年龄大了，说回到英超还行不行，是不是？因为呢，这个像 C 罗这种追求完美的人，他绝对不允许说自己的足球生涯最后很吃力，是不是？然后没什么表现。所以呢，如果要说考虑意甲呢，倒也有可能，你觉得呢？而且呢，这个可能是不是意大利那个税啊少一点？但激流勇退呀、啊，又不是这个 C 罗的性格啊，去法甲，去巴黎呀、啊。去巴黎的前提是内马尔得走，内马尔在巴黎 ，C 罗如果去，那有可能会被内马尔风头给盖了，对吧？这里边很多的故事，对于 C 罗来讲，挣钱绝对不是第一位的了。是怎么让自己的接下来的这个足球生涯非常
面非常体面，明白吗？非常的体面的那种感觉，这个很重要。好，上半场比赛是终于结束了啊，大家可以休息休息了，好吧，休息休息。休息会儿啊，大家也都休息会儿好吗？我独自走过你身边，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这为什么说有的朋友他大半夜的突然间起来了呢？他有的是起夜，是吧？尿尿尿，还有的呢可能下了单了，下了单呢觉得就起来看看结果，因为晚上做噩梦，说是怎么钱全没了，一下从梦中惊醒，浑身是汗，过来看看几比几了，是吧？因为下的挺大的呢，下了200金豆券。
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流走，转回头去看看是一匆匆数年。这几个央视这几个广告真他妈这一个这一夏天真他妈给人看恶心了。为什么让马蜂窝？为什么让马蜂窝？为什么呢？哦哦哦，我操，你成鸡了已经。是吧？为什么要上马蜂窝？为什么要上马蜂窝？为什么要放？哦哦哦哦，咕咕咕！我操你妈！这，你说这他妈广告，妈的！有人问这是直播吗？不是，录播，好吗？这是录播。这个陈奕迅呢，我觉得是挺奇迹的存在，就他跟体育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是老有人就是找他拍广告。内马尔，马尔来了，谁是马尔啊？马尔，对，我是里奥梅西。崔永元怎么了？崔永元。崔永元呢，正好这个事儿赶上世界杯了，大家也吃瓜群众啊，妈瓜太多了，有西瓜、南瓜、哈密瓜，啊，吃不动了，真吃不动了。C 罗要去尤文，我刚才说了吗？张恩华每天这化这个妆啊，这个眼线涂的，我去，你妈远看以为唱京戏的。你看没有？你谁说张恩华大舌头啊？没，张恩华说不是大舌头。张华说的挺好的，这是英格兰的上半场就有一次进攻很有威胁，从右路发起的，对不对？直传，然后林加德斜插，然后特里皮尔呢，插内部，林加德横传，特里皮尔找后点，凯恩呢从中间绕到后点投球，只有这一次进攻还凑。英格兰打俄罗斯，念念我的 ID， 什么芝芝互保，好像还真是有点
有点动静。特里皮尔这脚直接任意球呢，也没有什么太大危险。下半场怎么着也得进一个球吧。哥伦比亚就是这二十号金特罗有一脚射门还行。张恩华去，哎呀，哦呀呀！是吧？张恩华说球挺有意思。你看像不像？像不像张恩华的表情？是吧？等世界杯结束了啊，大家呢可以呢关注一下中国足球的未来的希望啊，多关注一下我们中国足球小将，行不行？其实你与其啊，为这个英格兰、巴西摇旗呐喊啊，与其呢为日本足球歌功颂德，啊，你还不如真正的关心一下中国足球，对吧？所以我们世界杯结束，我马上就进入到足球小将的这个暑期的整个安排。我们将会有集训啊，去上海，然后去拜访徐根宝徐指导。徐指导通过姬玉阳说他要看一看足球小将的这些队员，然后他会用他的眼光来看鉴定一下谁有希望。然后我们八月初呢，在上海打这个冠军杯的总决赛，32支球队。然后打完了之后呢，到8月中旬，来北京集训，然后顺便呢在北京打几场比赛，然后去德国打什么，不莱梅啊，什么美因茨啊，这些队的职业的梯队。然后今天呢有一个体育公司跟我联系，说这个莫斯科呀有一个组织，他要办一次U9的比赛，全世界范围内的，要邀请AC 米兰的什么国际米兰的 U9 来，然后问我们能不能参加，因为我们在俄罗斯不是赢了吗，这个事儿在俄罗斯反响挺大的，因为我们第一场赢的那个队呢是相当于反正不是鲁能足校就是恒大足校吧，啊，就这个概念，就是相当于俄罗斯的鲁能足校啊，U9被我们给干了啊，所以这个呢你想，如果鲁能足校或者是恒大足校或者富力足校被国外的人给切了，那他肯定这个圈都传开了，所以呢就要我们来呀，他准备再纠集一些人马，把失去的面子给找回来。但是呢，我们不是说不想去啊，就明年的1月7号到14号，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的这个期末考试时间，可能俄罗斯人呢放假早，因为他那边冷，他们估计圣诞节完了之后就一块儿就放寒假了。但是呢我们这边呢都是1月中旬考试吧，所以不见得能去。
有人在英国是吧？你说机会难得，是机会难得。C 罗真的去尤文了是吗？都已经宣布了吗？1亿欧元是吗？该剪头发了，没。双方呢，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这个球员通道比较窄，这他妈要是打起来，这没地儿跑。说说 C 罗，我刚才说了，你来晚了，没听见。我已经分析了 C 罗，对不对？下半场会有点球吗？那谁知道？买了3-2，开场20分钟就知道凉凉了。期待双方下半场比赛能好看一点吧。索斯盖特啊，索斯盖特都有点像这个英国传统绅士啊。由于啊没有勾罗，现在呢场上呢，法尔考、帕德拉多、金特罗，就这仨是进攻的主要的这个参与者。法尔考上场也没射门，凯恩的进球数停留在5个了。 C 罗真冤，因为凯恩呢这拿巴拿马刷的数据啊，不是拿突尼斯是吧？啊，还有巴拿马，哥伦比亚反击没速度，对他关键没有点。巴拿马刷的数据是吧？喜欢航母世界杯，勾罗来了。勾罗的伤能出场吗？这是勾罗，你看他都没换衣服，也可能是随时准备着，昏昏欲睡，这比赛是吧？万象这什么一波才是真足球技术指导，不好说，现在孩子9岁看不出来，真的，怎么也得到11-12。你看日本那个原口元气，那11岁的比赛的视频，今天我发了，发了一下，你到网上搜一下，原口元气11岁，那他踢的那已经是非常不错。好，下半场比赛啊开始了，现在是46分钟啊。这个比赛现在关键，英格兰呢确实得等定位球的机会。阵地进攻这个阵型关键就是没人组织，关键呢就是没人组织啊，这个球反正英格兰要想赢反正得费劲。哥伦比亚很准确的长传，这小球停的，结果又传大了。我天哪，好困！英格兰呢，应该是中场再回来一个人，和这个亨德森俩人呢一块儿啊，把中场啊调剂调剂。没有组织啊，因为在英格兰联赛当中，你想想，各个队的大腿谁给抱一下？中场组织核心谁给抱一下？英超的这些豪门，
中场组织核心都是谁？啊，曼城，你想想，曼城，大卫席尔瓦、德布劳内，曼联是瞎芝麻踢，没什么组织。就算博格巴吧，是吧？切尔西、法布雷加斯、热刺、埃里克森，啊，阿扎尔、贝克汉姆，大哥，你都多长时间没看球了？还贝克汉姆呢？啊，你不保比查尔顿呢？爵士。大半夜一听曼联，我都乐了。高俅、厄齐尔啊，厄齐尔在阿森纳，对吧？所以说没有英格兰人，就原来有一个威尔希尔，有点这个劲儿。孙继海，我去，英格兰还不如大刀阔斧点呢，别打那么复杂了，玩脚下真的。你想想这个，哥伦比亚也是五后卫，给你对死了，是吧？玩简单点，贝多芬，那英格兰在哪儿呢？韩红。英格兰还真的不如玩简单点儿。现在这种玩地面，其实哥伦比亚人的脚也挺快的。林加德打进一世界波了，这理论上这届世界杯他不会再有什么世界波的出现了。尔考拿球转身，这边形成小组突击，英格兰队也回来。这夸德拉多呀，有点奔那个威廉那个感觉去了。CCTV 五的解说特别，怎么着？群众呼声比较对我的呼声，我也不行，我去也得挨骂。纽卡的光头，英格兰历史上只出过加斯科因，嗯，加斯科因呢，这是被酒精给害了。本来确实挺有才华的，但是愿意喝酒。今晚不会平吧？那不知道啊，大哥。啊，你看这朋友说的，拉拉纳呢？拉拉纳，威尔希尔，对，威尔希尔呢又看不上他。我是妹子，不太懂球。这，咱们现在上车的还有女孩吗？现在女孩都出来打个七。女孩打一七出来，有女孩吗？别男的装女的啊，男的装女的没鸡鸡好吗？还真有啊，这么多女孩，不可能，全是假的。是怎么的？都失恋了？没事儿，天涯何处无芳草，春眠不觉晓啊。阿什利杨。你看这个英格兰是不是也磨叽，有点像昨天比利时打日本吧，是不是磨磨唧唧，老想嘁哩喀喳传控，对吧？充气的算吗？充气的也可以算。嗯，啊，任意球啊，来看看，英格兰这机会来了啊！阿什利杨右脚兜起来，林加德这边也想，我估计是，应该是阿什利杨来罚，应该是阿什利杨来罚。林加德呢，瞎跑一下，直接罚后点，哦，这球。
哥伦比亚的这中卫可以啊，这蹭了一毛，这球要不蹭啊，后点这马奎尔，阿里凯恩，哈里凯恩，英格兰的这个角球肯定是练了很长时间，他四个人，我们为了寻求美，排成一条队。注意啊，一个盯一个，然后这四个人开始炸，一排走，这都拼了啊！这要点球，给点球了，你看没有？你这何必呢？你说，这给点球了。你说这个都有 VR， 完了裁判也都提醒你，就这哥们儿就抱着凯恩这个，你看，他最后关键给骑那儿了，这哥们儿死扛，裁判正好看见这个镜头，所以现代足球啊，就这个防角球，这个禁区内的这个拉扯。确确实实是很难判断，但这个呢，就是哥伦比亚这个咎由自取啊。裁判好像是嚼着口香糖的，是吧？看是不是？裁判是不是嚼着口香糖呢？得，明天最大的争议出现了啊！反正英格兰的这种角球呢，反正也挺吓唬人的，对吧？哥四个站一起，英格兰踢不来点球，伤仲永黑我们，收钱了马后炮。这球得来全部费功夫，也哥伦比亚的门将到凯恩面前。操！你说你们还有意思吗？踢球，你真正你打我几个呀？这脚，你说你这别进了好吗？哥伦比亚人要疯，你看见没有啊？要疯！这怎么亨德森也得了黄牌了呢？啊、哦，他往后磕他，点球点都刨出坑来了是吧？这点球，凯恩 score goal。还罚呢，凯恩来罚啊！打进这个球呢，就是六个进球了。你看这门将开始玩心理，看见没有？往前走一起步，这球折腾半天啊！哦，打飞了，飞了，飞！哇，这球没进，我去，嗯，凯恩啊，打中路。那小子有点意思啊，挺敢玩。这个球啊，要是不会守门的，这球
凯恩给我发点球，让我守，哎呦，凯恩射门，哎，砰，打这儿了，是吧？不会守门的能把这球扑出去。嗯，1-0，英格兰发威了啊！小组第二该出一个了。这个可能得有红牌，得你看，这可能踢脑袋了，斯通斯啊，注意啊！这比赛接下来不好，看着啊，他撞了斯通斯，哎呦，这一下滑的这一下，你看见没有？拿鞋钉刮，其实这个球应该给红牌的。这个是绝对故意的刮的，是不是？但是裁判没管。哥伦比亚这回也放开包袱了。英格兰起势了，这个比赛接下来有意思了啊！大家别走开，肯定会有故事发生。还有半个小时，还有半个小时。不困了啊！哥伦比亚黑社会那个劲儿也拿出来，放下包袱了，开动机器。凯恩这回估计最佳射手有戏。这都进6个了，这回英格兰反击就有空间了。法尔考招呼人上来，上来，你看现在明显英格兰拿球就从容多了。赛马换人了，没意思。带上了新部署，要变阵，估计变四后卫了。哥伦比亚人有点着急了啊！你说这哥伦比亚这球踢的，一场对日本，一红牌一点球，完了这场又一个黄牌，点球。后点马奎尔，今儿上马奎尔主要就是为了炸，有了，呜，要揍裁判，看见没有？
假摔，这个确实是假摔。这球顶正了，真有可能有。裁判嚼着口香糖，还是0-0吗？没有，1-0了。现在英格兰1-0领先，点球罚进。我怎么不瞌睡？我有点困。但是这比赛又倒地了，看着啊。这比赛变味儿了。这身后踢倒了斯通斯。巴卡。啊，这比赛好没意思。比赛有点难控制。这球呢，稍微有一点抬脚。英国球迷啊，这次呢，去俄罗斯的不多，因为怕挨打，啊，所以打架的事儿呢，就交给了英格兰队。你看啊，哥伦比亚现在开始废人了。阿里其实本身呢也是属于，在英格兰这个英超的时候也是挺愿意惹事的，但是现在比较成熟，心态崩了。睡觉出奇迹，看完完了，好歹进球了，没有，看上去不会有加时赛，也不一定啊，没准一会儿啊判英格兰一点球，但是现在关键哥伦比亚攻不上去。没有勾罗，确实没有组织。反击打身后啊，这哥们飞完一个左脚外脚背，阿什利杨反弹，哦，漂亮啊！直接给这阿什利杨给干那儿了。那边倒了也不管，阿什利杨传中的时候，对方啊直接下脚铲。看着啊，注意啊，就等着你传中那一下。哎，阿什里昂直接踢铁上了，
勾罗也着急啊，坐在看台上，林加德身后的犯规，黄牌。转移，现在可能这场上啊，就法尔考还脑子比较清醒。现在关键呢，得把这球啊，得往英格兰禁区里边打。这么传，你说这拿起来多费劲呢，队友。英格兰如果过了这一关，那还真的四强了。你想跟瑞典踢，瑞典这个球你说不是闹的吗？哎，又是脚后跟儿，裁判呢？这个点球判完了之后，反正可能心里边也有点啊，也有点含糊。英格兰呢，你别说，防守非常好，基本上不会。哎呦，正说着，打身后，斯特林犯规。这时候可以换拉什福德了吧？哥伦比亚这够呛。好球，传！这球要传过来的话，凯恩又拿到。你有没有发现这吴磊有点像林加德？林加德现在的这个踢法就是速度快，就插空当。这马奎尔上场绝对是因为他投球好，索斯盖特大智若愚。
其实英格兰就直接炸就够这个哥伦比亚喝一壶了，飞走脚下。你看这头球，现在哥伦比亚踢球是刀刀不离脚跟儿、脚后跟儿、脚腕子。74分钟，门前凯恩呢，差点56场比赛了，现在哥伦比亚现在就需要有一个把球给打到禁区之内，然后造个点球什么的。75分钟，还要过，现在哥伦比亚终于攻上来了。顶上去啊，阿什利杨。哎，对，就这么炸就有，就强强二连，看到没有？英格兰现在白起大巴，哎，来喽！反击，斯特林。没有点球。拼了啊！这比赛拼了。黄牌满天飞。这边呢，佩克尔曼决定再加一把火，突破。哎呦我去，球传的有点意思。比赛节奏加快了，这时候双方就拉锯，走推。亨德森速度不是他强项，没劲儿了，回不来了。亨德森都回不来，那证明着确实没什么劲儿了。谢谢啊，谢谢，祝我女儿，小女儿2周岁生日快乐。看怎么传，突突你得到禁区里边突去。英格兰大巴摆起来，
这个球其实更应该判点球。就刚才那个点球判的，反正一下把裁判给判晕了，裁判也觉得有点含糊了。这个球确实是点球，是吧？这个球应该是点球。哥伦比亚造角球，让米娜大脑门子试试。我觉得巴西队还是整体实力是最强的。为啥 VAR 不出来？是裁判可能 VAR 出来肯定就得判点球了，所以裁判说算了。裁判估计啊，这球英格兰能赢，所以就别弄得太狠了。有人问我最近挣多少钱，像这都不挣钱，我大半夜的这都不挣钱，开过会了啊。这个克罗地亚能进决赛吗？克罗地亚跟谁打？英格兰换人了，换阿里。克罗地亚跟俄罗斯是吧？比利时对巴西，法国对乌拉圭，英格兰对瑞典。戴尔终于有机会上场了。Left 啊，双后腰了。英格兰双后腰了。哟，这球都不进，那就活该了。这球都不传啊，这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球一横传啊，两个队友都在这儿。这太毒了，他第一下没停好，勾罗本来说还想能进决赛养两天好，还能打，不是这场球哥伦比亚要是能赢了，勾罗可能觉得好再养两天是吧，没准能踢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现在很难了，时间不够了。哥伦比亚这球真的不应该，夸德拉多，山中无老虎啊，猴子称霸王。英格兰跟这个瑞典，这要不赢的话，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哥伦比亚差个莫雷诺，哎，莫雷诺为了打世界杯，也是付出了很多呀。有个瓜林也行啊，
也挺好，别再打加时。这都是致敬巴尔德拉玛。没什么看头，期待着比利时吧，比利时和巴西的这场大战。法国乌拉圭很好看，比利时跟巴西很好看，克罗地亚跟俄罗斯那么回事，英格兰跟瑞典也那么回事，所以八强赛就剩两场，应该讲值得期待。比赛出去结束，大家都出去锻炼。这哥们可以适合当工会主席。不是雪茄，电子烟。韩国人都进了，什么意思？真想睡一会儿。比赛结束就得出发了。我去看决赛，还不知道谁是谁呢。嗯，巴西和克罗地亚吧，还能好看点。这下半区这比赛真没什么意思。明天有相声会，八进四是周六。李欣是经得起推敲的人，什么意思？我们俩都没猜对吧？我猜哥伦比亚1-1，他猜哥伦比亚2-1赢。这球要没有那点球，可不0-0吗？差不了太多。我也不知道勾罗不上啊。就刚才夸德拉多这脚射门，他妈的简直是回去，我觉得可能队员得可以批斗他一回，可以批斗他，是吧？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啊，这脚射门，哎呀，嗯。这叫这个守门员挺皮的。换人，换下斯特林。斯特林很努力啊。这索斯盖特对队员特别，你看没有，特别瓦尔迪特别这个器重啊，所以英格兰队呢还是团队精神弄得不错。英格兰这防守搞得确实
确实不错。凯恩这大身体，还皮一下。索斯盖特当年还转会过皇马吧？没了，差太远。哥伦比亚球迷可以回家了。关键这么输啊，他可能就觉得自己输得特别冤枉。但是没办法，你自己犯的错，你说你禁区里边没事，你非得那么爆。你但凡说早点松手，最后别骑上去。裁判其实开始没看见，后来呢，主要那个时间太长了，炸一下吧。哎，这什么脚法呀？这唉，凯恩，世界杯第六个进球，打的中路。要抽筋儿。现在身体啊，身体至于这个足球的作用比例越来越大，甚至高于技术，真的。你看速度、高度、力量，你技术好的梅西技术好，是吧？但你在现在在场上，你想连过几个人就太难了。不饿。哦，这球差点进了。这家伙啊，角球，这最后的，哎，最后的机会了，最后的机会了啊！米娜，米娜，米娜，完了也判一个点球，看着啊。1-1，米娜，哎，这段一定要给我留下来，好吗？一定要给我留下来，朋友，好吗？一定要给我留下来，行吗？怎么样？我是不是唱来着？哎，米娜，哎呦。不过又得这半个多小时，哎呀，英格兰主要是不敢上手了，这球怎么弹一地？这球弹地，这球啊，特里皮尔没顶出去，
特里皮尔没顶出去，1-1秒杀，秒杀。这英格兰的球，shit！米娜，关键时刻，他说不是我，是上帝，你看没有？不是我，不是我进的，是上帝。94分，把这个记下来。明天我配个音啊，我配个音。这个记者说：“哎，米娜，牛逼呀、啊、你！你这球进的 ？”No， 不是我，上帝，不是我，不是我进的这球，是上帝。啊，了解一下上帝，啊、不是我。No， 啊，场上比分1-1，如果这个保持到中场，今天中午还是李新和，我波胆都猜对了，1-1，是不是？了解一下。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是啊，米娜都拉着胯了，他带着他的扯着的蛋，唱首歌庆祝一下。哎，回头你把那段截下来啊，就是昨天，就是比方说在这个比赛当中，我那个。我发角球的时候，我说米娜，酒喝干再斟满，90分钟之内呢，双方呢是1-1战平。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回头去看看是一匆匆数年。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这个歌我唱过，回头，但是我现在忘了怎么弹了啊。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时我在异乡的夜里想念着你。
像眼睛在为我点一颗火车上的情侣也不多，你推荐的歌我都听过，听过后和你一样寂寞，忘不了红色背心的你，抹不去我多情的思绪，我无法拉近你我的距离，这距离就像飞鸟和鱼，时间请你快一点地过，别让我一个人守日落，你一定要像晨曦一样活，不必在意我的爱与乐，休息休息，妈太累了，嗯，这个比赛太累了，李欣今天又得喝，酒喝干再斟满。我1-1的比分没跟吗，朋友们？你以为我瑞士猜错了，我这就得错呀？闹呢！绝合，哎，补平绝合，补时绝合。上厕所。这球要玩一点球，我跟你说呀，因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觉得有可能平呢？我不是马后炮啊，因为我中午就预测的1-1嘛。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淘汰赛啊，不能就两场罚点球，8场比赛就2场罚点球，哇，这飞起来了，这看着啊，裁判要处理了，警察来了。这个阿什利杨有点踩，啊，他客观说啊，阿什利杨是有点，这差点把脚腕子给踩折了。完，阿什利杨还装得很厉害，嗯。这个警察特有意思啊，就是，这个裁判就跟警察似的，哟，你看这护腿板上有自己的头像，看见没有？把自己的形象弄到护腿板上。掉到禁区里面，这米娜真是一战士。这米娜其实蛋已经扯了，
这哥伦比亚真的挺难缠的一个队。英格兰速度进球，欧洲球队太多了，你觉得又是剧本吗？这个真不是剧本，我明白告诉你，世界杯真没那么多假球。你只不过觉得看着有点奇怪，但是这就是足球，真的。如果足球没有这一点呢，它也火不到今天。克罗地亚能赢巴西吗？这差太远，先别着急。李鑫又喝了，是的。补时进的，是补时进的，一角球一头球，所以你看两个队啊，磨磨唧唧，最后一个靠点球，这点球还是角球来的，对不对？然后呢，一个是靠角球。我是不是说，我说你现在必须得确保他把球打到禁区里边，对吧？稀里糊涂就能进，没几个正经进球。这个世界杯没几个正经进球，感觉英格兰要挂是吗？英格兰就是从后边那个，就那个后卫啊，那个这护腿板就踢出来了，不，那个后卫回传，不是回传就被人断，从那儿开始。夸德拉多呀，因为山中无老虎，夸德拉多今天玩的有点飘。你要上天台了，兄弟，你要上天台，我真得跟你说一句，我在我这个世界杯相声会里边，我特别早，当他们都热捧英格兰的时候，有没有朋友看世界杯相声会一直坚持看的？是不是当初李鑫什么热捧英格兰的时候，啊，很多人热捧英格兰，我当时就说，我说英格兰没有接受过真正的考验，是不是？然后包括今天我竞猜1-1，李鑫都被我说服了。李鑫原来想写英格兰进八强，后来我这么一说，他写哥伦比亚，当然现在英格兰也有可能进八强。乌拉圭想要过法国这一关，我觉得难点，真的，我觉得难点。但是乌拉圭人呢特别聪明，也可以说是狡猾吧，而且乌拉圭的防守也不错。法国队呢防守有时候稀里马虎，通常的单场在世界杯上单场丢三个球的队根本拿不了冠军，甭管跟谁，真的，这是我说的。所以法国队拿冠军，什么华帝热水器，现在可以，老板可以睡觉了，要不然老板这些日子都有点含糊，明白吗？说全免单，我去一算好几个亿，十几个亿。乌拉圭对法国，董老师输球比李老师段位高啊，猜球跟着都赚了几万了。不是这个你要记住啊，这个猜球啊，你千万别把它当做一晚上的事儿，明白吗？就很多人输啊，就说他老觉得这是一晚上的事儿，你把它当做一个周期，对不对？你每场100块钱，10块钱，你有输有赢，你不能一输完了就觉得完了，不行了，完了。你要世界杯，我这些预测你都跟了，你绝10%赚钱。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猜对的时候你没跟，然后我猜错的时候你哎跟上了。你想想，你看着我都猜对2天了，第三天肯定要黑呀，对不对？这是玄学嘛？你看着我黑，你就跟。你这样比多胆1-1，好几一赔7-8得。别贪，老觉得贪。你明儿个喝吧，我明天喝什么呀？6.4，对不对？一赔6.4，可以。那老友觉得不行，这不过瘾，我弄个得那什么，
得弄一大串一赔一百多的。太贪了，人的所有的最后都是因为贪。千万别贪。我觉得干脆罚点球吧，同意的吗？同意的打六，直接罚点球得了。你那90+3呢？我觉得罚点球倒还公平一点，完了也看着刺激。门将呢？稳一点，别着急，拉开右边那拉开，左边那个拉开。这哥们拿一摞杯子干嘛呢？这哥们卖什么呢？哎，对，稳一稳，过来接后腰过来接，都别都往前跑。对，哎，对，过来接，对，明白吗？拿好球，别丢球。别丢这球，不能丢，回来，别去了，你们傻吧你，回来，补一个，后边补一个，对，拿好，回传，回来，往回走，你就瞎嘚瑟，往回，你对，拉开左边拉开，对，过来接五号，过去跑去，对，注意，中卫，回传，对，右边拉开，右边四号，你给你呢，你他妈还指人家，快带。前锋出来，夸德拉多，快回敲，别这，你这么打有吗你？对，拿好，我操！你还他妈瞎么蛋？回来就地反，不行就犯规。哎，行，回来，往回跑。我知道你累，对方也是人，你们他也累，好吗？我靠过来，往后局部挤压一下。对，不能让转身啊。对，好了，回来，不抢了，法尔考回来，往回来，盯住斯通斯就可以，别过去，七号别过去，白去，傻了吧唧的你，他妈回来，哎，对，靠回来，收一下，对，向住他就行了啊，注意啊，哎，后卫提一下，别丢，回敲敲一下，对，回来，没有了，那往脚脐带。回来转移，没有，回来，这不就得了吗？那个四号接一下，对，推脚下，给他，我操，对，哎，就走一个，45度走，对，头球，行，可以，回来，对，回来，赶紧回来，厉害吧，哥们这个有没有跟同步的？有没有同步的？你要有同步的，你就觉得。我操，这董路不是一般人，他真是这个确实是有能力来指挥比赛的。有没有同步的？有同步的哥们说的怎么样？啊，是不是可以？角球啊，又是角球，是不是有点那意思吧？把这段都截出来，然后你对应着那个比赛，你一看，就是我说的，我喊的都是合理的，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在场上怎么合理的进攻啊防守。勾罗现在就是希望呢球队能够晋级，然后四天以后吧。然后他能打四强，因为哥伦比亚对瑞典一进八强，我的那个英格兰的休息室和瑞典的和哥伦比亚休息室都在华贵啊，四强，那就赢了，今天就是四强，对吧？因为瑞典这个队一点没有攻击力，他没有攻击力。
102分钟，这个我觉得最好就罚点球吧，罚点球我想看哭，我想看输的那分哭，啊，谁让你折磨我90分钟？英格兰为了罚点球啊，之前还请了心理学家什么的。瑞典也啊，送了，瑞典确实干了不少大事儿，什么什么意大利了、荷兰了、德国，他差不多，他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不是？瑞典是沾满了全世界球迷的鲜血，手上，最后给他弄一个寿正寝，完事儿。这球呢也是啊，你看这哥伦比亚呀，凡形成威胁的都是球直接往禁区里边砸，是不是？倒并不是脚下。所以啊，足球将来踢着踢着就肯定是空中飞舞的，真的。因为现在过人太难了，你过一个后边还有一个，是不是？那梅西现在踢球多难，预测点球呢，太难了。索斯盖特换人有没有问题？也凑合吧。头球威胁很多，对不对？头球可以直接攻门，也可以第二点。因为你呢，你只有头球在空中啊，他们脑袋是不确定的。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球打到空中，第一点谁能争的？即使你争到了，脑袋往哪儿顶？他这个脑袋不像手，不像脚，他传的还能口，所以不确定。你把更多的不确定扔到对方禁区里面，那就你就有机会。你要都是传咔咔咔咔，人家的脑子知道这么传，这滚，这么传，走走走走走走，对吧？你就很难攻破。只有让更多的不确定，对不对？我说的有道理没有，朋友？这是瞎芝麻传。2030年世界杯有可能试验新的规则，什么意思？哥伦比亚球迷现在又开始了，高兴。加时赛上半场补时1分钟。酒喝干再斟吧。啊，足球比赛不能用头啊，那。那还不如那什么呢，那是冰壶，是吧？冰壶不能离地，没听说谁把它扔出去的。门球，老年门球。董老师明天要喝酒了，你傻吧你啊？谁喝呀？我说了半天，你刚起来吧，刚来是不是？谁喝呀？我波胆都猜对了，1-1，我还喝10000分。慢2秒，谁慢2秒？这特里皮尔也开始皮。行了，换场地吧。头球后蹭，李鑫好像就赢过3次，可不是吗？他没正经赢过几次，有几次平了一块喝的，只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距离罚点球还有15分钟。英格兰门将好像最后可能要换，要是罚点球的话，是不是要换人？我听说，好像有这准备。
休息啊。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酒喝干，再斟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你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那和弦不对了。林嘉德，有喽！哦，这球没打进去。瓦尔迪，瓦尔迪本来是成为英雄啊，但估计是越位了。弹个十面埋伏啊，有点异域风情没有？有没有？我手速可以吗？我这手速。哥们儿念念咒啊，让他们赶紧打点球。把我们家猫都弹醒了。哎，这球顺得好啊，可是瓦尔迪好像左脚更好一些。弹起我心爱的肚皮了。
召唤神龙。现在是110分钟了啊，再坚持10分钟，好吧，再坚持10分钟。嗯，在阿富汗，1分钱听10段是吧？在阿富汗，这个球，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人有点扛劲儿，真的。那米娜其实一直在瘸着踢。你看那米娜，他其实在瘸着踢，这哥们儿真挺猛的，啊！你看走路，他是不是他现在已经这样了？米娜，是不是？哎，还指挥呢，哎，别瘸啊！哎，你怎么瘸了呢？有点，哈哈，是不是？比分猜对了，不来个？现在我天，这么多朋友都在这儿，天都快亮了，北京啊，天都快亮了。你要在大连可能天已经亮了，上海也亮了吧，上海天就亮了。哎呦，这球滑门而过呀，滑门而过。在欧洲呢可能是天黑了，北京天已经亮，大连已经亮了，像什么延边呢，这都应该都亮了。广州没有，对，宁波还没。新疆算了，新疆夜里边的。上海肯定是亮了，这不用说。嗯，杭州黑乎乎的。保定快了，保定。天津已经亮了，嗯，内蒙古呢？汕头还没有，嗯，拉什福德上了啊，罚点球去了，113分钟，
这个时候确实是谁也容不得半点的错误了。他是首先开门球，你发现没有，他不会往正中间开，他会往这个中线靠边线那个部分往那儿开，对吧？因为你这直着来直着开，对方中卫咔给你顶下来，直接就反击了，所以他往边上开。所以你要踢野球，平常你记住门将不要直着开球，往两侧打，然后大不了就是出界啊，即使被对方拿到了也呢不会形成直接的威胁。有绝杀吗？有朋友说有绝杀。这个谁啊，这个瓦尔迪吧，瓦尔迪他本身右脚能力一般，辛苦了董哥，没事，大家都是球迷，开开心心看球挺好。我就最烦那帮网上骂的，什么 C 罗跟梅西也骂，然后支持日本的，还有说不支持日本的也骂，何必呢？生活得多不如意。本来也八竿打不着的，今天呢，我不是昨天我发了一个动图嘛，我说这一脚，这个把这内马尔铲成了一条鱼，是不是？内马尔不是，是吧？是不是像那个？把那个鱼扔到案板上，那鱼扑扑棱棱嘛。结果有一女孩给我留言，说我一直关心我小将，我呢觉得，我就关注你，对吧？然后，那个你那个穿着巴西那个什么，穿着巴西的队的那个衣服，啊，然后我觉得挺亲切的。但是你今天黑内马尔，你是又想当婊子又想当立牌坊，啊，国曲官再见。你说他妈的给我看都看乐了。他说你知道多少人黑内马尔吗？你也跟着黑。我去，哎呦大哥，不是大姐，哎呦我去，哎，国许官，我操，大哥你妈，你给我滚蛋，是吧？弄得好像特扎心，那意思就是说以前呢关注总小将，完了认为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因为我穿着巴西的衣服。我说你妈，我拥有八件，巴西的、德国的、阿根廷的，妈全有，不是我刻意穿的。另外一个我也没黑内马尔，我就说他被铲成一条鱼，我也没说他是被铲成一只鸡，哪是黑他了？你说他就国许官再见，哎呦我呀，我滚蛋，哎呀我他妈弄的我这妈特别难。不可理解，你说那内马尔跟他妈你有什么关系？他妈每天他抱着七个女的睡觉，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就只能捧着他画吗？在床上，把灯一关，不是看着画呢？你，哎呦，那这女孩啊，也弄不清楚，踏实实找一男朋友完了，我操，非他妈整这偶像这那个，我操，你整天他妈的，你怎么等你三十多岁一回想自己都可乐。是吧？踏实找一男的过日子不就完了吗？找一男朋友，爱你的，不就完了吗？整天当偶像，哎呦我去，哎呀，国曲官，哎呦我再见，滚蛋。嗯，好吗？马上就比赛了，就结束了，啊。中国女排都喜欢老外，把中国女的吓我一跳。中国女排都出来了，嗯，我没黑，关键你说我这个性格，你说我会黑谁吗？等着吃早餐，嗯，看比赛呢，这不就没什么，看比赛呢，正在看，你看没有？不是看北京的天，北京的天亮了吧？这酒店没人，这是个套间。大家等一会儿看点球就行，咱一起猜好吗？咱一起到时候罚点球的时候咱一起猜，这球进还是不进？啊，行吧，我不是大人物，你说有哪个大人物没事不挣钱在这聊天？有吗？你说你老说我是大人物，我是大人物吗？我去哪儿我都你们都能知道，想见我的都能见着，
是不是？我说我今儿在上海几点在哪儿，我今儿在北京几点在哪儿，大人物有大人物这么干的吗？有多少朋友就在线下就找到我来照相啊，给我一搭肩膀，多少人，是不是？我去哪儿都能看见我。来，118分22秒啊，特里皮尔界外球掷进来，第一点，二点球，哇，赶紧解围。英格兰也许是宿命吧，再一次将走上这个互射点球的舞台。嗯，我为什么比你那快？是快，他这个传输不一样。嗯，早餐都开了，我也一会儿去吃点去。我来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二两猪肉白菜包子，再来两个茶叶蛋。嗯，我早餐准备这么吃，豆浆也可以再来一碗。亨德森，英格兰还要抓紧机会，拉什福德，特里皮尔被断了，哎呦呦呦，这17号其实挺有能力的，刹车，赶紧的吹了吧，赶紧的把点球完了。别让球员这么折磨了。央视解说懵了，懵什么了？再声控一波啊！这个就马上就结束了。对对，控制球，把球，对，好的。哎，贝克尔曼还拿头球呢，沿着边线扔。哎，这球一分钟没，把球沿着边线。沿着边线，别，对，往里边沿着边线扔，对对对，俩人交叉一下，我操，好啊，对对对，给他，也，对，靠过去，胡着踢，拿好，5号靠过去，直接炸一下也行，炸一下，别都往前，往后，对，拿下秃子，站秃子，这往底下走，造小球。倒啊，我倒了没用，赶紧起来，别演了，赶紧的，快起来，回来，啊，这谁啊，这个现在已经在研究罚点球的名单了啊，已经罚点球的名单了。八强赛的第三场点球大战即将来临，还有一分钟啊。好，来打破六点球大战来了啊！打破六，快点！这是对所有中立球迷最好的回报，就说折腾了1小时20分钟，终于能够看到一场这点球大战了，还是挺刺激的，好吧？不错啊，来，这样咱们呢玩玩游戏啊，首先呢支持英格兰点球获胜的，打英格兰；支持哥伦比亚的呢打哥伦比亚啊，费点劲，字可能费点劲，好吧？好，英格兰还是挺多的，也有哥伦比亚的，是吧？然后一会儿呢，有问题上车。为什么要下马蜂窝？为什么要下马蜂窝？为什么要下马蜂窝？为什么要叫马？哥，是吧？好，休息一会儿。哥伦比亚，哎，对，这弄国旗也行，看着啊，这个罚点球呢，我觉得打中路的会不老少，打中路啊，哥伦比亚人呢脚法应该还是不错的，凯恩呢因为罚了个中路，如果凯恩再罚。他还敢打中路吗？这都是很多的疑问。在英格兰阵中啊，罚点球的看一看啊，凯恩肯定要罚。然后呢，戴尔来一个，
啊，亨德森来一个，亨德森，这不都应该自己主动去，千万别让教练找。教练说，教练问他，哎，你能不能罚？他能说不能？那能吗？肯定说我能。我罚能不能罚进？我不知道了。嗯。拉什福德得罚一个，对。好，先罚。好。奥斯皮纳。你看这人的安慰啊，就是人呢为了那个门将是肯定是最重要的嘛，然后他们会笑着，没问题，没问题，真的，你太牛逼了，你真的抱着啊，然后一转头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没问题，没问题，你真的，是吧？他就是为了给这个门将以鼓励啊，当面笑着，一转头啊。是不是？听我这说球是不是有意思？咱们客观说，中国说球的不老少啊，有名的也有不少人追捧的不老少，他们也都很优秀啊。但是我觉得我说球，我说的其实不是球，我说的是生活啊。上海天亮了，早就我就说了天亮了。点球大战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都鼓励门将。昨天那个比赛日哈，这个丹麦的门将舒梅切尔，啊，苏波西奇，这个克罗地亚的门将都很厉害。皮特福德看看啊，奥斯皮纳都有个皮，看他俩谁皮吧，好吧，看他俩谁皮。黄色的球衣啊，今天的瑞典赢了瑞士，红色的球衣，看一看这个颜色，这个玄学啊，有没有可能，会不会再起作用？谁先射谁先赢是吧？那应该是不知道是哥伦比亚，当时是哥伦比亚可能是先踢，我觉得，裁判还在嚼口香糖。一直在嚼，法尔考第一个罚，法尔考，皮特福德啊，来吧，朋友们，让我们接受命运的安排。法尔考，走。打中路怎么样？我说打中路的会多。来，直接打中路，真有点本事啊！凯恩，看看凯恩，凯恩第一罚呢是打了中路，这是心理的博弈啊！凯恩这一头炮。太重要了，整理了一下球袜，整理一下球衣，似乎啊若有所思，已经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打进了六个球，助跑打门没有问题，这回啊没有打中路，很坚决果断，
索斯盖特的神情当中看上去还是比较淡然。夸德拉多这小子情绪一直不是很稳定，有一些浪射，目光里边稍微有一点不安，看一看夸德拉多能不能挺过这一关。看看，目光有一些游离啊，助跑打门没问题，球进了啊，主要就是坚决，罚点球就是坚决。这球其实门将是扑对了方向，看上去英格兰这个门将想往一边扑啊，注意一下，他现在都是扑自己右手，对吧？拉什福德替补上场，年纪轻轻，他能够顶住这份压力吗？他没有目光炯炯，动作有点多，看走小步打漂亮。哎，拉什福德奔向自己的门将，没有任何假动作，就是直接打角，选择好一个角。现在双方呢是2-2，哥伦比亚第三罚，哎呦呦呦，玩一节奏。佩克尔曼都不敢看了，这皮特福德现在有点一直扑这边啊。亨德森老将，利物浦老将，他呢是今年的欧冠的亚军，他并不是以脚法出众，但是他的心理应该是稳定的。助跑被扑出去了，被扑出去了。我说了，这个索斯盖特找他，佩克尔曼一直不敢看呢。这个球是完全呢是没有任何球速也不快，半高球。压力太大了。英格兰现在有半只脚已经在悬崖边缘了，看看能不能够皮特福德把他拯救。哥伦比亚的第四罚，现在主动权是在哥伦比亚这，他只要把后边两个点球全打进去，那么他就将获胜。当然这个球很关键，球打在横梁上，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哦，不是，英格兰还得再打进去一个，这个球啊要的角度太刁了，要的角度太刁了。特里皮尔这小子脚法应该可以啊。现在呢是英格兰的第四罚，如果他打进去，那么双方呢将会在一条起跑线上进入第五轮。特里皮尔问题不大，好了，现在压力来到了双方的第五轮的主罚队员当中。佩克尔曼说，我怎么能让那小子上去踢去呢？哥伦比亚7号，
紧张的时刻来临了，哎呀，我的妈呀！助跑，门将给扑出去了，想打中路。皮特福德，天不灭英格兰，逆转呐，逆转！啊，扬手接飞挠啊！索斯盖特胡子都没刮，戴尔打进去，英格兰就进八强。哦，球没进啊！哎呀，我天哪！嗯，哎，好了，英格兰呢罚戴尔罚进去了啊，罚进去。英格兰最终呢是点球击败了哥伦比亚，点球击败了哥伦比亚。也不容易啊，120分钟的激战，玄学起作用了啊！小组第二终于，在八强当中呢，又有了一个小组第二。最终呢是点球啊，4-3，全场比分呢是5-4，英格兰队击败了哥伦比亚，跻身了八强，他们将在1/4决赛当中呢是对阵瑞典。戴尔这个球其实门将是扑对了方向，也看准了球，但是手也碰到了，却不坚决呀。啊，可以了，啊，这是全场英格兰跑得最快的一次，斯通斯。好了，我得去录节目去了，朋友们，再见，好好休息。2天以后再见，或者中午的时候啊，可以去PP 体育看这个世界杯小上会。